我忙冲办办事啊，不用动电脑和手机。好，学习都忙不过来。爸，我来帮我们带点作业本。爸，你怎么不回答我？我这、手机给我拿去，赶紧学习去。我忘了还有键盘了。还好留了一手。咦，没电了！看我的65瓦，超级闪，充电5分钟就快进5个小时。这小子今天有点异常。你谁啊？你好，我是物业的，您帮忙看一下咱家这厨房是不是漏水了。大哥没漏水，那您再拍看一下那个卫生间呢。哎呀，明天再说吧，我还得去吃。哎哎哎，这树有啥好读的？爸，其实这个手机